小西的配餐二选一。吃饭前的仪式感，今天午饭让小西自己选择，先来选择主食，我最爱肉饼了，随后选择瑶柱，我都要，哪个啊？要这个、啊、看了一眼乳酸菌直接拍下，这还用想，当然选我最爱的黄瓜了。可以开饭了吗？倒入肉饼，来几颗瑶柱，切点黄瓜，倒入乳酸菌，妈妈你赶快点呀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要不要干饭人？干饭人，干饭人吃饭得用盆，干饭人有精神，吃饱了都进不去门，干饭人胃口大，一张大嘴吃天下，要问干饭哪家强，你我皆是干饭王。我能再来一碗吗？